他有规定说不行吗？没有，没有说行的，反正就是反反复复了。他之前说行，他后来又不行。对啊，那没有又行的。他如果他要采访，又可以。到底就是随他说嘛，随他说了，随他说，他说、他说行就行，他说不行就不行。台湾民主已经变这样，如果再没有法律，我们有什么保障？我们没有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没有，我想说顺便也活络一下，刚刚已经整个积在后面这个，刷已经完全是阻塞了，气血阻塞了，坐了一阵子阻塞，跑一跑比较活络一下比较好。等一下，这预计过去，我觉得动，对啊，压起来动一下的是吧？不过基本上还是坚持静坐。我们要做什么时候？就看做到什么时候。我们是火种啊，有人来接替了，看有没有人来啊？有来我们就可以一起。没有就一直坐着吧。你们有脸书吗？没被砍到了吧？我这是坐在我的上面。我有脸书。一个学校老师，你们几位？我的脸书。好，谢谢。对，我有感谢。我有5000人。哦，感谢你，没关系。是借文集啊。哦，野白，我有看到你的文章。野白，我有看到你的文，谢谢。我有看到您发的文，对，谢谢。我就是不知道看到哪一位发一个文，早上10点了要来，对，问题是没有人来，就一直做。意思就是说，媒体都被别人控制，是，所以我们就要自媒体。是的。对，感谢您。但我们又有3个。是啊，为什么要对警消这么苛刻？他们装备，他们很辛苦，装备不好。你看那个装备都是警察的装备，要人家去评论。而且这次这个应该也警消打来管来去。